现场火势猛烈，哦，虽然他们在现场要撤退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那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严重的烧伤，因公壮烈殉职。他是永安分队的队员，育有一子一女，当时他的小孩子，小儿子，都还没满月。我会特别把他放在第一位，是因为。他是我们班的同学，他是我们班很要好、很要好的同学。你很难去想象，你曾经跟你很要好的同学，在前一天他还问着大家，有哪些地方有卖好吃的东西，他想要买给他老婆吃。就在这隔天，你就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再也没办法跟他说到一句话。殉职先烈，陈小队长，彦明。陈彦明22岁，是警专31期毕业。他是前年10月才到分队，那他的消防资历是仅仅有3个月而已。一样，新屋保龄球馆火警里面，来不及逃生，因公壮烈殉职。一名他喜欢旅游，然后喜欢运动，他的皮肤黑黑的，然后他的朋友都会叫他黑明或阿明，因为他也总是笑口常开，所以他的做事令大家都非常的惋惜跟不舍。殉职先烈，蔡小队长昌荣。蔡崇宏是21岁，屏东县人，警专31期，他的资历也是一样，只有3个月，年纪是里面6位里面，最年轻的一位。长荣跟凤翔、彦明，3个人，都是永安分队的队员，平常也是一样，24小时都相处在一起。下一张，殉职先烈张小队长桂章。桂章22岁，为警专30期毕业。殉职前是在观音分队服务，消防资历只有1年多。那其实像今天一直到现在，桂章的爸爸跟妈妈。他们一样的心里都是还是有非常大的压力存在，那身体每况愈下，我们在这边都是一样非常的担心。殉职先烈曾小队长崇仁，曾崇仁是26岁，26期高雄人。他也是我的同学，但是很遗憾的，我这辈子跟他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，因为在学校，他也是一个很安静、少言的人。那他的爸爸是一位消防员，他也因为受他爸爸的影响，他很崇拜他的爸爸，所以他长大之后，他也立志要当个消防员。那当这个噩耗传回高雄老家的时候，大家都悲痛至极。殉职先烈谢小队长军杰，军杰29岁，警专24期。那他的资历7年，是担任高级救护的教官。他在队上，都是不吝啬的。把他的救护的知识、技能交给他的学弟妹，是个相当尽责、认真的好同仁。
你很难想象这六位弟兄，他年纪最大也才29岁而已。29岁，可能跟在座的你我，都是相差不多的年纪，也有可能跟你的小孩、跟你的儿子是差不多的年纪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那他的女友曾经有留言，他说：“我梦到你了，你穿着整齐的消防衣，从那个担架上，一边揉眼睛一边起身，一副刚睡醒的样子，然后坐在担架边对我微笑。你听到我对你说的话对吧？安心的去，剩下的事情我会处理好，我也会试着放下。谢谢你，永远爱你。”其实我每次在做这个简报的时候，我都很难过。因为我们这个职业，救人是我们的天职。我们拼了命去救那些可能跟你我都不相认识的人，那人家都是往灾害的反方向跑，只有我们不断的在往里面冲，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很坚强的后盾，没有一个足够的人力，没有足够的装备，没有完善的制度，可以让我们好好安心的冲火场，导致我们这两年来已经造成两年二十位的弟兄殉职，所以我们不断的必须要用消防员的这个故事，让他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。那我们也希望政府不做的，我们来做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政府不愿意面对的，我们来面对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带着这一股热忱，还有他们的精神，继续的为我们的市民服务，尽力的去救更多的人。那接下来。